欢迎大家来到老姚看房，我们现在呢在 OK，重来吧，重来吧，OK，欢迎大家来到老姚看，嘴巴太干了，欢迎大家来到老姚，天哪！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老姚看房，本期呢给大家介绍488 University，今天确实太干了，缺水，这嘴巴这个声音都出不来。我们现在在488 University 的大堂上，这个大堂呢在第19层，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是非常美的。这个大堂的窗外呢就是朝东，我们可以看到 Oro Condo，可以看到 One Bulow，那边 Casa 几个都能看到，还有这个197 Young，这些 view 非常好。近处呢就是这些医院。这边呢有 CKids，有 General Hospital，有 Monsanto 和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，都在这个楼下。这栋楼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它在一楼呢是直通地铁，一楼呢有一个地铁的入口。这一栋楼呢离多伦多大学很近，大概直线距离呢就是500米的样子就到的多伦多大学。还有呢，这栋大楼呢它的这个设施非常好，在22楼和23楼呢。都有总共3万平方尺的一个公共设施，这栋大楼呢总共是55层，543个单位。我们现在在19楼，在19楼以下呢都是 office，19楼以上呢才是 condo。我们现在呢让大家去看几套 condo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室内的装修情况。我们走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49层，这是一个西南朝向的一个单位，这边是南，这边是西。我们先从西面来看，西面最远处隐隐约约那些大楼呢，那就 Humber Bay，那些楼呢好多都有湖景，当然了，那边 Lake Ontario 看得很清楚。我们再看这底下呢，这边呢就是 Oakhead，离 Oakhead 这么近。欧凯的北面这个建筑呢，就是 AGO，是艺术博物馆。我们再朝北面，北面那些楼群呢，就是多伦多大学。我们再到阳台去，我们看一下南面的景色。南面这电视塔，这绝对没问题的，这个不会认错啊，电视塔。那边呢，远处在湖里面那个小岛，就是中央岛。我们能看到，这是 King West 的方向的那些 condo，正对着呢就是金融区，白颜色的楼就是 Bank Montreal，深褐色的那就是 Scotia Bank，还有中间的就是 CIBC，都能看得见，这就是金融区。那边这栋楼我们一定不能错过，这个是我们多伦多市市政府，就这个两个半圆形的，非常漂亮。488的 University 呢，离金融区也很近，离多伦多大学也近，离 OCAD 也很近。488 University 的厨房呢，装修非常考究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一家呢都有这么一个岛台，这岛台上面都是大理石台面，光滑式的、现代式的这个橱柜。冰箱呢一定是包进去的，这些冰箱我先看一下什么牌子。Biber 没听过，你听过吗？我们现在在488 University 一个朝北的单位，这是正朝北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底下这条路很宽的，这6车道，中间还有这个绿化带的这条路呢，就是 University。University 直穿过去，大家看到那个古建筑，那就是 Queen's Park，是我们的省议会。其实这个省议会所在地，其实最早是多伦多大学的发源地，那本来是多伦多大学的地。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些大楼呢，基本上呢都是医院。远处那栋新楼上面顶上有很多圆圆的东西，那就是 Mass Discovery Center，是高科技孵化器。过来呢，朝南呢有一个有心脏那么一个图案的这一栋楼呢，这边呢是多伦多总医院，叫 General Hospital，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医院上面写了 CKids，CKids 它上面呢有一个停机坪，就是有一些急症的话呢会
出动直升飞机的接孩子们过来治病。这边这两座医院呢，一个叫 Princess Margaret， 一个叫 Nonsana Hospital。再朝稍微远处看，那我们就能看到了多伦多大学。多伦多大学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就是那个绿顶的大礼堂，孩子们毕业的时候往往是在那边开毕业典礼。这栋楼呢，大家不要理解成它是学生公寓，它一定不是学生公寓，它是一个豪华的公寓。我曾经给这个多伦多大学附近的大楼打过分或者排过名，这栋楼呢是前三名的，非常高级的一栋楼。这个实例我们刚才也看过了，就像五星级宾馆一样，这个应当是有很多医生或者护士，还有这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在这边住。当然了，也有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在这边住。在这样好的一栋楼上住，肯定是很安全的，当然设施也很齐全。我们一会儿去看楼下的设施。我们现在走入了488 University 的大堂，这边呢是commercial 的大堂，这是 commercial 的。这边这个区域呢上去是 residential， 就是 condo 的大堂。我们再朝这边看，大家看，这就是 St. Patrick Station， 是地铁的入口。直接出了这个门就是下去就是地铁站入口。 University 呢在加拿大或者在多伦多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街道，就相当于法国的香榭丽大街和纽约的第五大道一样的。这条路呢两边呢是各六个车道，在未来呢从这个省议会朝南呢一边的一个lane呢会把它变成公园，只留三个lane，公园还有自行车道，会有很多这个绿地的。 University Avenue 是北到这个 College， 南呢是到 Front。在 University 上呢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，首先呢就是从我们488 University 所在地朝北到 College 这一块呢就是几大医院，在朝南有这个美领馆，还有一些省政府的一些大楼，还有法院，还有 Four Seasons Performance and Arts Center， 还有希尔顿酒店，还有香格里拉。就是整个朝南或者朝北，不是医院便是政府机构，或者是大公司，甚至是有美领馆，这很重要的一条街道。谢谢大家关注老姚看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